乱的手衫，床底衫上金色的彩珠乌蝶，因为受尼姑的称格，拍落时无够轻，何不扔下来？你卡在做呢？向西赶登有一个彩珠，名叫乌蝶。伊虽然无甲一方，了里解难，勤苦较强，从来就袂四散晒一公子。乱的手衫的时阵，乌蝶因为早早就招你去送餐。伊行来到花仔岭下头，向着路边，解尼姑坐到路边一定落遐黑，乌蝶伊就行过去。尼姑看到，慢慢徛起来下正门外。你话呾爱用三文钱搞我乌蝶，小伊将只刀片个避过去花仔岭，乌蝶满口应声，就小我尼姑避只刀片。乌蝶一直路惊，就一路问个尼姑呐，师傅你学道行，早早岭就变回来三刀片。尼姑呐，你唔知道，唔是我道行好，就是这个门面个乌蝶才做用来慷慨好事。我今日同伊出来。啊，大奶呐，今日好日子，我行两道皮，了因阿新姑也行一道，因此一家人真实是大上进啊。尼姑你唔知，伊卡头子个末就是乌蝶财主本人，了你两耍耍两阿老因爸话因新姑，乌蝶在听明石接面，醒来落想呐，我强生强死，恁你出奇幻个大方，真是过败家。如生如去，如去如行如慢，不知不觉就翻过了破仔岭，将阿尼姑放掉到后半个。你个阿尼姑头走头后，才停落来。乌蝶接过尼姑的三文钱，解头甲捏电话簿，唱也无爱松，立即就对潮州城的方向去。本来乌蝶财主想一声准备如去那个住一道，了你通过去仰来仰去。麦山在时在，有大海，有大湖等等。一下问了戒指，听落就叫倒转，出唔了笑。至少拢是去认为那较会扯钱，实在买唔落笑。最终伊推着个落买荷包个，三文钱改买一轻荷包。等下来，乌爹将轻荷包个塞对床顶去，后来家来全部人大声呐，同我是三刀皮，食着卖捞。所人听了家己讲过只鸭，但伊当时边啊咧慷慨，伊在落买荷包，只车啊上街买只的壳，落唔北台的伊只个买就买够轻啊。是那因人你唔知，乌蝶落打个是币加其个币糖来个，其实是落买王家来人。正月初三祝福到，今宵祝了新花甜，喝长泡，顺水甜，过日子不正当。大步走，转土梁，朋友谊，上心情，祝福了，更辉煌。